各位朋友，大家好，伊思伊思，今日嚟到嘅地点系 Kennedy 同 Monico 去食饭，边度？系我身后有间餐馆百乐海鲜小炒，入到去再同大家慢慢讲啊！疫情期間出外用膳，梗係要同大家講講關於餐館嘅抗疫措施啦。首先想同大家講講咧，就係佢哋嘅社交距離。現場所見咧，佢兩邊咧都係有一啲卡位，卡位同卡位中間咧仲有塊好高嘅板嚟到擋住嘅。咁呢一樣我就覺得好放心。除此之外咧，佢都中間都有啲圓台嘅。另外窗邊咧都有圓台，而呢啲圓台咧亦都有塊好高嘅板嚟到隔住噶。另外洗餐具梗係唔少得啦，咁呢度亦都會提供個大碗，有啲熱水俾我哋係洗餐具嘅。我哋就係坐低咗一陣啫，已經聽到餐館咧收到好多電話係打嚟叫外賣啊！咁頭先都同大家講咗關於佢哋嘅社交距離係做得好好，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中間咧就 block 咗個位要嚟做外賣，即係話唔需要擔心會唔會佢真係擺咗台而係真係夾硬會俾啲客人坐低咧？呢一樣唔需要擔心啦，因為佢中間都冇台俾人坐啦。同埋除咗室內進餐之外咧，佢室外都有 patio setting， 咁都幾好啊！如果譬如話想出邊啊吹下風啊食下嘢啊，咁都有另外一個選擇咯。睇下今日個例湯係咩先？紅蘿蔔、蓮藕、煲豬骨，見到佢嘅色水咧都好濃咁啊！雖然個例湯係送嘅，但係我係一啲都唔懷疑百樂嘅例湯，因為之前買過咧都係足料。紅蘿蔔令到成個湯好甜，好好飲。主菜味道，食翻個頭盤先，生撈芫茜吐司。芫茜我係好中意嘅，近年我覺得佢好香，同埋係好有益。我都知道有啲網友係麻麻地嘅。我哋摆埋一边先，咁啊食之前捞一捞佢啦，咁但系都想俾大家睇睇嗰啲葱丝啊，啲芝麻，望落去咧嗰、那个猪肚咧，佢切得好幼啊，配合翻佢叫做吐司，咁啊捞匀佢。好香麻油味啊！呢個頭盤相當好食，有幾好食法同大家分享一下。嗱，頭先我同大家講咗咧，個豬肚上高係有啲葱絲啊，有啲芝麻，唔單止啊，仲有啲薑絲。咁啊，師傅切得好幼，咁我就好中意食芫茜嘅。頭先咧，我就盛住咁樣夾落口，豬肚咧佢係好腍，同埋都係嗰句啦。當食呢啲豬肚啊、內臟啊嘅時候，如果係冇豬除啊、冇一陣噏味咧，其實已經係印象分大增噶啦。咁頭先我咁樣一個夾落去咧，腍加上即係腍係豬肚啦，加上嗰啲葱絲、薑絲係好爽，同埋個芫茜好爽脆，成個組合咧好好食，同埋咧間唔時咬到啲芝麻又好香口。咁同埋我中意食辣嘅，咁當中啊師傅又落咗啲辣椒絲落去，好醒胃啊！完全係咧好希望能夠食下一個主菜。主菜嚟啦，到底係啲乜嘢？哇！好香嘅味道同埋好多煙啊！呢個係啫啫黃鱔煲，嗱佢係百樂海鮮小炒，咁點可能唔食海鮮呢？咁我哋頭先就見到佢有個牌寫住係一啲生猛游水海鮮，黃鱔係有名喺上高嘅，咁所以我哋就不如試下佢啦，因為我哋印象當中都未食過啫啫黃鱔煲啊！熱辣辣香噴噴，除了黃鱔之外仲有什麼呢？看到是有蒜頭、
同埋一啲姜粒，啱啱仲發現有冬菇啊，佢仲放咗啲五花腩，將佢切片。咁我相信呢個做法咧，係等佢即係等佢肥美啲，咁可能將成個餸菜都讓到啲黃線食落去，個口感會滑啲，估計啫。除此之外咧，仲有啲芫茜啊，增加佢嘅香味啦。好啦，唔再炒啦，因為想趁熱食。咁啊，師傅斬到嗰個黃線個大細咧，都幾好嘅。其實分分鐘咧，呢啲五花腩咧，仲會吸到個味都應該幾好。個鱔個皮咧好彈啊，爽彈，個肉咧係爽嘅，腍嘅，同埋食得出好新鮮，最緊要係冇泥腥味，同埋我都覺得佢咧都幾入味喎，即係唔會話淡茂茂咁樣，得個色。頭先我咪夾到啲五花腩，仲喺度講緊到底咧點解呢個餸菜要落佢，食落去就知啦。原來咧五花腩喺呢個餸菜咧係起到一啲作用，就係話唔會話淨係食到個黃鱔嘅味咁寡，有啲肉味咧吊起佢咧，即係成個餸都會覺得係和味啲咯。咁同埋咧，其實食鱔我又會覺得淨係會知道佢係新唔新鮮，至於個味道咧都好靠佢嘅汁醬。而呢個汁醬咧，頭先就漏咗同大家分享，我覺得佢係唔會話好鹹，雖然個顏色係偏深，但係就反正就好好味啦。因為佢又加咗啲姜葱啊、蒜頭，好野味啊。同埋咧，見到嗰啲黃鱔係細細嚿，頭先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同埋個皮咧，要一講再講啊，係好彈牙、好爽嘅。哇！幾大陣仗，金牌咖喱蟹配以饅頭。開嚟俾大家睇睇呢個饅頭先，熱辣辣，好啦，吸翻佢，保持佢嘅温度。原先咧，我哋都諗緊食温哥華蟹，因為見佢嗰個牌上高寫住三萬海鮮啦。咁但係咧，見到三萬海鮮隔離有個牌寫住金牌咖喱蟹喎，咁又好想試啦。因為咧，通常食温哥華蟹或者一般海鮮，一般都會係用姜葱，又或者係清蒸，貪佢食佢個新鮮原味。咁但係我見到金牌咖喱蟹個名好似好勁咁啊，同埋咧，我想試下喺中餐館做咖喱，睇下個分別同一般東南亞餐嘅餐館，睇下個香味夠唔夠，所以就叫咗呢一個啦。無論是點煮法的海鮮，一定要趁熱食。咁咧，我就盡量啦，講得幾多得幾多，影得幾多得幾多啦。因為我見到都好心急，快啲執先。就咁試一試佢個咖喱汁個味道先。就咁樣入口咧，不是太辣，但係個咖喱味係有嘅，有椰香。誒，但唔係唔辣喎，係有少少回甘喎，即係面食完之後慢慢個辣味滲出，但係都唔係好辣。得啦，真係唔講啦，食住先。本來咧都真係好想好專注咁樣食呢個蟹，不過唔講真係唔得，一定要同大家網友分享。我明白點解餐館要用饅頭嚟到去送呢個汁，因為咧呢個饅頭咧係好軟熟，好軟熟。嗱，頭先我夾咗一嚿已經食咗啦，咁呢個係第二個，哇！真係不得之了啊！佢一盒裏面係有六隻，我諗唔知會唔會食完之後再要另外加錢再買多幾隻，因為真係好好食，佢好鬆軟，同埋咧嗰個蟹咧，我食下食下咧。不知點解佢個蟹殼好脆好薄，真係一啲都冇誇張嚇。我食落去咧，直頭咬下咬下，當然我就唔會吞埋落肚啦個殼，但係就即係好容易咬，好脆咯。師傅應該。
該是個蟹咧，即係個蟹身也好，應該蟹身啦，就我哋飲咗啲粉，即係走一走油先，再煮翻落個汁。咁所以咧，外邊嗰度咧係食咗少少係感覺到佢係啲粉炸咗嘅粉，當然唔會脆卜卜啦，但係你會感受得到。反正真係好好食啦，又唔講啦，繼續啦。啊，仲有唔講又想講。個蟹肉咧係好新鮮啊，係係好新鮮啦，好彈啊！頭先話想食溫哥華蟹咧，我都有啲猶豫噶，因為咧如果出邊餐館食蟹啊，就真係會好潤盡，特別係食咖喱蟹，因為個咖喱汁咧，我一定會忍唔住，會係連個殼都會啜埋，咁又好擔心，好失禮。但係食落呢一隻之後咧，這個溫哥華蟹，就算食得幾冇儀態都好啦，實在係相當好食。同埋我哋最好咧，帶埋私家剪，將呢啲關節位咧都可以剪咗佢。頭先我咪講話個蟹應該係染咗乾粉，跟住拉油嘅。我都幾覺得幾肯定啊，因為食到而家為止咧，都見唔係見到，係食到感受到咧，佢仲係有少少乾粉炸咗嗰、那個即係拉油之後嗰個脆度啊，好好食。今餐我哋係食咗$115.65，仲有飯後果送。我成日都會覺得食龍蝦又或者係溫哥華蟹咧，應該係要揀啲大隻啊、重稱。先多肉食，咁我哋今餐呢一隻溫哥華蟹磅出嚟咧係2.7磅，所以食落去個蟹身咧係淡淡肉之餘，個蟹蓋咧其實頭先都想影俾大家睇嘅，但因為食咖喱菜式咧好亂盡啦，咁啊就咁用口述俾大家聽啦。個蟹蓋都係好多肉嘅，刮個邊刮出嚟咧，哇！我而家都仲喺度回味緊啊，嗰啲好甘香，加埋個咖喱味，真係好好食。深水清的朋友可能都會留意到，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吃了個冷盤，是生撈芫茜吐司，是餐館請我們吃，想我們試一試味。因為其實呢之前我們經常都光顧百樂，特別是疫情期間呢，我們都光顧過買外賣，所以他就想，即是我們都是一個熟客仔啦，所以讓我們試一下味道啦，那多謝他們。今天用餐經驗總括來說都是很開心的，不知道大家網友們有沒有發覺，自從安省政府第三度經濟重啟之後，我們出來吃飯都是現場收音，而現場環境一般都是很嘈吵啊，今晚都不例外。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朋友們很久沒見他們的親朋至愛，出來吃飯都是相當興奮，所以會比較大聲一點說，很開心地共聚咯。除了食物質素之外呢，他們的服務都是很好的，那些侍應哥哥都很殷勤。由於我們今晚是吃溫哥華蟹的關係，所以呢都會很多時候很多蟹殼、啊、都需要換碟，他們也不停幫我們去換碟，真的要給他們一個 like 啊。百樂海鮮小炒說明是海鮮小炒，所以剛才呢我都想叫多個咕嚕肉，因為是小炒嘛。當我和侍應哥哥落單的時候呢，他也都知道我們叫了有黃鱔和溫哥華蟹，他就說、啊、不要了，怕你們吃不完太多了。我又覺得他很好、啊、因為呢他都是提議我們啦，但是比起其他餐館可能真你越叫得多他們越開心，反正就是、多些收入幾好啊。我對於侍應哥哥這個溫馨提示呢，我相当之觉得是很满意的。喜欢吃生猛游水海鲜的朋友，请你给个 like 我们啊，又或者来百乐海鲜小炒试一试他们的优质海鲜和师傅的手势啊。喜欢我们这条短片的，请你 subscribe 和 share 给你的朋友知道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